陈总，我是小队长，穿好衣服赶快跟我来。陈志荣伙伴一见习期间表现良好，请团长予以授衔。陈志荣，哟，刚才你跟随你们的小队长走过一段漫长、黑暗、崎岖不平的道路，来到这光明的地方，你是否出于自愿？是。你是否得到家长的同意？是。你是否初级考验合格？是。现在你把空军规定第一条解释一下。诚实，为人之道，所谓所在诚实，无论做事说话居心。在这十二根代表红军规律的烛光中，又有一名童子军要诞生了。就像当年的我一样，陈志宏一个原来站在童军世界门外的孩子，就这样被伙伴们以一个感人的宣誓典礼接纳到童军的圈子里来了。我是遵奉国父遗教，恪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我想现在陈志宏的心情必然是既兴奋又感动。年幼的他也许并不能体会到此刻的童军宣誓将会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为他开创一个更丰富的人生。一日童军，一世童军，每一位童军在度过一段多彩多姿的童军之旅后，都会庆幸他曾经参加过童军。回想起来，我也曾经度过一段漫长而完整的童军之旅呢。我从一名幼童军到童子军，到行义童子军，再成为罗浮童子军，到目前成为一名社会青年，这也就是童军前辈常说的从童军到公民。在这段过程中，我迎接了不同阶段童军生活给予我的乐趣和考验，也体验到更多生命的价值和喜悦。还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幼童军的行列，成为了一名神气的小狼。那时候大家只知道参加幼童军可以常常跟着老狼们
到野外去郊游，玩游戏，听故事，唱歌跳舞和学习一些有趣的事情。而在印象中，带领我们的老狼们，也就是幼童军服务员，他们的态度总是那么和蔼，脸上永远带着亲切的笑容。好，预备，来。服从长上，帮助他人，不说谎话，不怕困难，这四个幼童军的规律在唱唱跳跳中大家很容易的就记得了。幼童军诺言，我愿尽力爱国家，守规律。老狼们利用轻松的游戏，很自然地就把童军的精神、诺言还有规律灌输给了我们。上下上上有礼貌，帮助他人人身好，上下上光下上下上上有风趣。其中最好玩的就是各个小队的戏剧竞赛，每个小队花尽心思的设计剧情，个别苗头。后来我才了解，红军教育的方法就是游戏。当我上了国中，经过考验合格，正式成为童子军之后，我一直想要知道童军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终于在一次团结会中，我找到了答案。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跟用幻灯片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童军创始的这个历程。现在呢，请各位同学来欣赏一下我们为各位准备的幻灯片。1857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位牧师家庭中，有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了，他就是后来的童军运动创始人贝登堡将军。贝登堡从小就多才多艺，喜欢野外的活动，尤其擅长追踪以及狩猎的技术。后来贝登堡成为全国瞩目的大英雄，那是在1899年英国和南非土著的战役中，贝登堡和他所领导的英军被围困在南非的梅富根城，情况非常的危急，贝登堡只好动员了城里的孩子，训练他们做传递消息、守望、救护的工作。想不到这些孩子们不辱使命，使城内坚守了200多天的英军终于得到了救援，而突围成功了。
有了南非战争的经验，贝登堡研究出一套训练孩子的方法。于是在1907年，贝登堡亲自带领了20名孩子到英伦海峡的白浪岛去做试验。这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童军露营。而这20名孩子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批诞生的童子军了。这次露营结果意外的成功。回来后，贝登堡将他的经验写成了《童子警探》一书，成为第一本童军训练书籍。就这样开始了童军运动。不久，童子军就风靡了英国，也在国际间风起云涌，迅速地发展了。于是1920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世界童军大露营，而贝登堡也被公推为世界童军总监。从此，童军运动成为世界性的一种新运动。贝登堡于西元1941年在安详中逝世了，留下来的是他的精神和越来越盛行的童军运动。目前的世界童子军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参加的国家有100余国，总人数也超过了1600万人。每一天，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总会有个男孩穿着当初贝登堡所设计的童军制服，按照他所遗留下来的方式宣誓成为一名童子军。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3事：第一，力行忠孝仁爱心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公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治，道德提高之见。宣读了童子军誓词之后，陈志宏才有资格佩戴童军特有的标志。从此，陈志宏有了另外一个值得骄傲的身份，那就是中国童子军。同时，他也成为世界童子军的一份子了。欢迎你成为世界童军运动真正的一员，恭喜你。这时候，陈志宏也许在想，身为童子军，今后将有更多的机会参加露营活动了。活动中，每一个人分担一份工作，扎营的、砍柴的、生火的、煮饭的、架桥的，各自起劲儿地忙着，充分发挥了团队的精神。即使是平日技能训练中感觉比较吃力的旗语训练，这时候似乎也变得简单而有趣了。在露营活动中的追踪、埋伏、大地游戏、观察野生动植物，还有急救、观测星象、辨别方位等等童军的训练和活动，虽然有的并不轻松，却都充满着乐趣。一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到当初童军所学到的各种技能。比方说，我辨别方向的能力就比一般人要强得多，至少我不至于在山区迷路。到了高中阶段的行役童子军，我们所面对的是不断的挑战，从百里章、千里章一直争取到万里章，一个个通过艰难考验，一步步地完成行役童子军的过程。越是困难的训练，伙伴们的兴致越高，同甘共苦，相扶相持，童军间的伙伴感情不知不觉的就越来越浓厚了。
行义童子军的训练重点包括陶冶科学素养和各种专科的训练，100多种的专科章训练项目真是包罗万象，有汽车修护、电工、摄影、建筑、音乐、攀登，甚至电脑等等。许多伙伴都认为专科章的训练可以早日发现自己的兴趣，对于一名将要进入社会的童军来讲是最好的职前准备了。大学时代的罗浮童子军可以说是童军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罗浮群的野外活动范围更广，冒险性更高，甚至包括了蛮荒生活、星夜追踪和架设复杂的斥候工程。而斥候工程是一种高深的童军技能，需要相当的体力、耐力和技巧。对于一名罗浮童子军的训练，他真正的目标是服务。在正式成为罗浮童子军前的守敬之夜，我不断地思索着，我要如何去反哺，将我得知于童军的反诸童军，我应该如何磨练自己的领导能力，又如何去带领幼童军，进而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呢？守着萤火，在年长伙伴的谆谆引导之下，我解除了许多心中的疑问，也更坚定了我献身童军运动的决心。在经过长期的童军服务员基本训练后，我又参加了募章训练。在训练中更使我了解到所有的童军精神教育，包括诺言、誓词、规律，以及准备、日行一善、服务三大名言，一切的设计都朝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教育每一位童军成为身心健康的好公民。我也体会到童军的三大特色：小队制度、徽章制度和荣誉评判庭的设立。实际上，这是一套完整而相辅相成的制度。在我脱离了童军阶段，转而从事义务性的童军服务工作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热心童军运动的人士接触。我知道，目前童军运动的方向是希望除了在各个学校生根之外，进而更能够推广到各社区，使得社区内的青少年和儿童们也能够借着童军的教育和训练，成为健康快乐的小公民。陈志宏终于如愿以偿了。这枚童子军初级章更是得来不易。
其实我比他们更高兴，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交棒。我相信每一位热心童军运动的人士都会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使下一代更胜于这一代。就像大多数生长在都市的现代儿童一样，面对着满屋子的玩具和故事书，有时候他仍然会感到闷闷不乐的，似乎缺少了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哎，他们在玩什么啊？这是幼童军吧？听同学说，幼童军又叫做小狼，为什么叫小狼呢？特殊的服装，奇怪的语言和动作，张喜顺深深地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原来幼童军的活动是那么的有趣。这个时候的张喜顺多么希望他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啊。喜顺迫不及待地拦住了同班的张瑞林，询问有关幼童军的一切。从他们的口中，张喜顺知道了幼童军两个星期有一次团集会，老狼们会讲故事给他们听，带他们玩游戏、唱歌、跳舞，做好多有趣的事情。他们都说参加幼童军好好玩啊。张喜顺鼓足了勇气，向这位老狼提出了他想参加幼童军的愿望。张瑞林口中的老狼，原来就是幼童军服务员，他也正是这个幼童军团的团长。团长很高兴地答应了张喜顺的要求，并且发给了他一张入团申请书。张喜顺自然是自愿参加的，还得经过父母的同意才行。老狼又交给他一封给家长的信，信的内容是希望家长鼓励孩子参加幼童军，在星期假日做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张喜顺的父母虽然对童军不十分了解，可是想到印象中日行一善的童子军，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这就是幼童军的图腾杆，啪啪啪，三声啪是集合的命令，小狼们也回应了一声啪，大家围成了活动圈。怀着兴奋的心情，张喜顺要参加授衔仪式，正式入团了。这个时候的张喜顺还不能参加吼声呢。张喜顺的父母也被邀请来观礼了。
张喜顺，你想做一个幼童军吗？是的。你晓不晓得我们幼童军的诺言、规律、吼声、敬礼吗？知道。那么规律是什么？服从长上，帮助他人，不说谎话，不怕困难。你能决心说出你的诺言吗？能。那么请你说出。我愿尽力爱国家，守规律。正确地说出了幼童军的诺言、规律之后，团长为他戴上了童军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一个小狼。妈妈要亲自为他佩戴羚羊章。主任委员给他本团的童军领巾。童军领巾是各个童军团的精神标记，要经过宣誓后才有资格佩挂。副团长给他一枚中国童子军军籍章，张喜顺终于成为小狼群中的一份子了。两指礼是幼童军的敬礼方式，两个指头表示受累竖起的两只耳朵。小队长给张喜顺一个小队章，并且欢迎他入队。团长就是阿克拉。阿克拉做手势，要大家做吼声。吼声是幼童军纪律和秩序的训练，每次团集会都要以吼声作为开始跟结束。今天服务员要为小狼们讲一则森林故事。森林故事是由齐培林的名著《丛林奇谭》所改编的。今天老狼要帮讲一个故事给小狼听啊，要介绍毛克利如何进入狼群的故事。在每当月圆的时候，那个狼群呢，他们都每次一定要在森林故事中的毛克利是一名受到老虎攻击而迷失在森林里的孩子，他被好心的狼所收养着。在狼群领袖阿克拉的保护之下，这名人类的孩子生活在狼群里面，由棕熊教导他丛林规律，由黑豹训练他丛林生存的知识还有技能。在险恶的环境里啊，毛克利终于成长为一个勇敢、健壮、又好心又守规律的好孩子了。童军创始人贝登堡以森林故事为蓝本，编写了《小狼手册》，作为幼童军的指导手册。他巧妙地将故事中的角色运用到幼童军的活动里。他将服务员比喻为老狼、棕熊或者是黑豹，而幼童军呢，就比喻为毛克利或是小狼。你看，这会儿他们所跳的棕熊舞，服务员装扮成棕熊，正在教小狼们丛林规律呢。贝登堡说过，童军就是一种游戏。童军运动成功的秘诀，就是顺乎儿童的天性。孩子们都是好动好奇，喜欢成群结队叫叫闹闹的，所以幼童军活动的编排设计尽量的游戏化和故事化。幼童军活动进程分为四种：羚羊级、狼级、鹿级、豹级，分别是让8岁半到12岁的儿童参加的。张喜顺逐步地向幼童军的活动进程迈进。
羚羊、狼、鹿、豹四级进程循序渐进，每一级有每一级的进程内容。比如说羚羊级的小狼，除了要知道幼童军特有的事项，并且参加团集会四次以上，经过正式宣誓入团之外，还要会看钟表说明时刻，并且能够乐于接受家长的差遣完成任务。而其他三级的进程内容有运动、国旗、常识、卫生、服务、劳作、节省等七项。除了这七项之外，狼级增加收集项目，鹿级增加储蓄项目，豹级增加了饲养项目。而有些项目是要家长来认可合格的，比如说能不能自己洗澡了，会不会帮忙做家事，教导弟妹做功课，会不会打电话写信，或者是看水表等等。急救也是幼童军的进程内容之一，包括小刀伤、小烫伤、鼻出血的急救法和量体温、按脉搏的方法等等。今天吕老狼带领小狼们做户外的植物观察活动，从一粒细沙观看世界，从一朵野花想见天堂，大自然是最好的教室了。小小的手掌掌握了无限生命的奥秘，小狼们忙着收集大自然的知识。这些都是什么植物啊？你能不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呢？小狼们在游戏中学习，个个兴致高昂，这样的学习效果自然比呆板的教学方式更有成效了。除了游戏之外，幼童军还要学习许多有用的技能。现在黄老狼要教大家使用锯子还有钉锤。豹级的小狼要学会使用钳子、螺丝钻、螺丝刀，还要能够废物利用，自己制作玩具或者是实用日用品。做中学，学中做，是童军特有的学习方式。这就是今天大家合作的成果了。为了使活动对小狼不断的有吸引力，老狼们总是挖空心思的安排新鲜有趣的活动。有时候他们会带小狼去郊游，或者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参观旅行，甚至于举办一个需要外宿的野外摄影活动。红军专家认为，大自然是最适合孩子生长的环境。现在我们从张喜顺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闷闷不乐的神情了。张喜顺在温馨愉快的群体生活里度过他的幼童军生涯，此刻的他真正是一只快乐的小狼了。幼童军活动的目的是要培养健康快乐的小公民，因此也特别重视体能的训练。幼童军进程有关运动的项目包括了翻跟斗、打秋千、跳绳、爬杆、独角走八字、跳背游戏，还有跳远、伏地挺身、走平均台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张喜顺比以前更健康活泼了。小小登山家准备登山了。很难爬，常常山崩啊，实在很难爬，伤脑筋啊。我
是啊，我是个小小登山家，什么山我都不怕，连那个喜马拉雅山我都登过了，这种小山算什么？看我的！戏剧表演最能表现儿童的模仿力，也最能训练他们面对公众的表达能力。哦，失败了，怎么办呢？好，再来一次。怎么三嘛？再来一次，我就不怕我，让我去。表演的情节都是他们集体创造出来的。哎呀，又失败了。幼童军是不怕困难的，再来一次吧。成功了。交通规则与安全也是幼童军应该知道的常识。好，汽车开动了。到了学校附近可不能乱按喇叭哦。遇到铁路平交道要注意什么？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顶书行走也是幼童军的进城项目之一。哎呀，又掉下来了，没关系，再来一次，多练习几次就会成功的。孩子有不同的天赋，不同的个性，老狼们从来不勉强小狼。童军训练的方法是要把握儿童的个别差异，鼓励孩子们尽其力量地去做。哎，这就对了，好，非常的好。幼童军特别重视以徽章来表示儿童们各种成就，因此有各种技能章的设立。为了获得饲养技能章，小狼们把平日储蓄的零用钱凑了起来，大家合买了几只小白兔，放在张喜顺的家里饲养，每天轮流的买红萝卜和饲料来喂食，仔细地观察小白兔的习性和生长的情形。张喜顺的父母很高兴张喜顺能交些好朋友，他们也发现孩子们在照顾小白兔中更能分工合作，在无形中也培养了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感。童军的传统中总是由年长的童军带领年幼的，而年幼的童军也总是以仰慕的心情来向年长的童军学习。这位童军大哥哥要教小狼们骑自行车，好让他们一个个都能获得自行车技能章。在童军的观念里，没有斥责和体罚，只有鼓励。张喜顺在充满了爱心的愉快环境中学习，
很自然就产生了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了。盼望了好久，张喜顺终于有机会参加幼童军的摄影活动。在阳明山的童军营地里，在童军服务员的严密照顾下，小狼们要暂时离开父母，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难忘的假期。来自各地的小狼兴高采烈地共聚一堂，尽情地欢呼，尽心地表演。欢笑声响彻了营地，传遍了山野，每一个小狼都显得那么的快乐。这些民族的幼苗将来都是国家最好的人力资源。要怎么样灌溉这些幼苗，用最合适的方式使它们成长茁壮呢？张喜顺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在这群小狼当中，有一位已经年满十二岁，就要告别儿童时代，跨入少年时代。谢谢小狼，谢谢小狼，谢谢小狼。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一位小狼已经年满十二岁，符合我国童军总章的规定。简达，请大家可以到这里来。这位幼童军团里的小狼林显达，也将告别幼童军生涯，成为一名智人勇兼备的优秀少年童子军了。曾经得过三颗梅花章，一岁半的时候到童军团去见习，发现童军团的活动更有趣，愿意进入童军团去接受更多的童军的精神、智能与技能的训练。现在请显达重温最后一次幼童军诺言，全体小狼行狼礼。我愿尽力爱国家，守规律。好，现在把签子打开，成为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送旧迎新，幼童军团的团长将林显达交给了童子军团的团长。林显达伙伴跨过了这条绳子，林显达就跨入了另一个童军阶段了。好，各位伙伴，今天呢、啊、很高兴我们童军团又增加了一位伙伴啊，林显达。请童子军团长将林显达分配到猎鹰小队。欢迎！那我们圣诞典礼到此结束。升团仪式结束了，从幼童军升到童子军，迎向林显达的将是一个更多彩多姿的童军世界。猎鹰小队小队长以童军特有的左手握手礼欢迎林显达，先给他一个欢呼。欢迎！好，大家请坐下。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副小队长坐。再为他介绍小队的伙伴。
别人叫王凯，希望你能在这个小队制度是童军特色之一，由大家选举出来的小队长是小队的灵魂人物。小队成员虽然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却也各有所长，各有个性。如何分工合作，如何发挥小队精神，成为一个成功的小队，就要看小队长的领导能力了。一个标准的童子军团是2到4个小队，每个小队6到9个人，每个小队有自己设计的小队旗、小队徽，也有各自的队声跟小队欢呼。小队呱呱叫。我们现在接下来做一个三阶比赛，看哪一个小队的速度。每个童子军团定期举行团集会，由团长或服务员带领大家做各种童子军活动和训练。现在进行的以称人节做的绳结竞赛，是一种结合游戏和童军技能的活动。将绳子套在人身上做个称人节，可以应用在救人的场合。除了团集会，各小队也有各自的小队集会。现在猎鹰小队在队员们集体布置的小队葛中举行小队集会，小队葛专属于各小队，是小队活动的小天地。小队集会的目的是培养童军精神和学习童军技能，小队长负责帮忙队员晋级，尤其应该训练新晋升团或新加入童军的队员成为初级童子军。小队长正在不厌其烦地叫新来的林显达打称人节呢。看这个树没有东西啊，绕一圈树又放回去，这就是称人节。童子军的三十里是代表三朝四职，向我们请林显达副总编。我是遵奉国父遗诏，恪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例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治世道德体格之健全。现在的林显达不但能够熟记童子军誓词、规律、名言，也通过了初级童子军的各项考验，可以成为初级童子军了。我们给林显达一个欢呼，一二三，国旅国旅国旅。嗯，主播哈，主播啊，来。小队集会偶尔也可以选择小队伙伴的家里，一方面学习应对进退的礼貌，更可以让家长们增进对童军活动的了解。小队集会的方式可以不拘形式，它可以是一个欢乐的康乐活动，也可以是一个事先设计的户外侦察游戏。今天猎鹰小队的集会则是一个轻松的交谊性聚会，除了要看望这群失去母亲的小狗之外，还要发挥童军的爱心，大家一块讨论如何为这群小狗寻找适当的主人，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野外的大自然最能吸引活泼好动的童子军了，这次的团旅行还包括了一个有趣的追踪活动。猎鹰小队小队长带领队员们开始追踪，到了岔路口该选择哪一条路呢？啊，路上有记号了。哪条路我们走？按照记号的指示行进吧。识别记号是童军最基本的野外技能。这是前进记号，这是止步记号。
而这三种都是危险记号，小心哦。这个记号表示我已经回去了，这是藏性记号，圈内的数字七表示前面七步内藏有信件。猎鹰小队按照沿路的记号一路行进。哎，有个藏信记号，记号指示向前走七步，寻找暗藏的信件。小队长带领大家在草丛中找寻，果然找到了一封信。看看上面写些什么。信上说，前有坏人，请开始前行。红军创始人贝登堡了解男孩们崇拜英雄不冒险精神跟喜欢游戏的特性，特别为童子军设计了种种有趣的警探游戏，来训练童子军机警反应、观察侦测的能力。追踪和前行就是其中的项目之一。哦，又有一封信。小心有毒，60度方有棵树，请将树上的信取下阅读。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指北针了。大家朝着60度方向一路寻找。找到了，信用绳子吊在大树上，设法将信取下来。小心可能有毒哦，为安全计还是用铜军刀割断绳索吧。看看又有什么花样。信上说，附近有阿里巴巴的宝藏，请速寻找，并且抬回集合处。大家分头去找吧。有人发现了什么？果然找到了，好重啊！大家快来抬呀！小队终于找到了宝藏，这证明他们熟悉各种记号，也有细心的观察能力，这就是他们平日的训练成果了。生火是终极童子军必修课程，现在伙伴们要举行生火烧开水比赛，先削好火煤棒作为引火之用。童军野外活动中的炊事、取暖、照明、清除垃圾和引火都需要用到火，因此生火也是最基本的童军技能。朋友们，今天呢，团长来跟各位介绍斧头的携带以及保养。这次的旅行还包括斧头使用讲解。使用斧头要注意安全。这是标准的手指斧头法，斧头盾部向前，斧刃向后。手臂的摆动不要过大，传递斧头给他人要将斧柄朝上，斧头向下垂，对方接稳之后才可放手。使用前先测量斧距，这样前后左右旋转一圈都没有人或东西阻碍才是安全范围。斧头不可以任意放置，不用时可将它砍入平放的大木头上。我是尊奉国务遗教，恪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现在举行的是童军特有的前进聚会，
它是一个为了凝结童军的同心力而举行的简单隆重的仪典。在代表童军三条誓词、十二条规律的烛光前，伙伴们带着虔诚的心，以歌声、朗诵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对上苍的敬意以及对童军运动的忠诚，以默念来反省自己，感念童军先进。准备是我们童子军的名媛，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要事先准备齐全，这样一来这次的前进聚会团长特别强调童军的名言之一准备的重要性。也是这个样子，在这种庄严的场面下，团长的话就显得更有精神感召的力量了。童子军进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童子军，和更高级的师级、长城级、国花级童子军。为了晋升中级童子军，林显达和猎鹰小队的伙伴们来到了阳明山的童军营地。他们之中有为了晋升中级童子军而来参加南十字营的，有为了晋升高级童子军而来参加高级考验营的，也有为争取专科章而来参加专科考验营的。林显达正在削的火梅棒是中级童子军的考验项目。今天猎鹰小队的伙伴虽然都有点紧张，不过大家都很认真地做各种考验项目。削好了火梅棒，林显达交给考验委员检查，这一关可以通过了。这些童子军正在制作秋千，以便通过绳结考验项目。绳结运用在童军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实用的技能。中级童子军要会瓶口结、吊筒结、方回结、十字结、简历结等等。高级童子军的绳结则包括更复杂的愚人结、火锁结、蚁结等等。童子军经常接触大自然，因此观察动植物、昆虫、鸟兽也是应有的训练。例如中级童子军就要会辨认可食的植物，也要会辨认有毒的植物。各类考验营由各地童军理事会择期举行，担任考验的考验委员大都来自各大专院校童军团的罗浮童子军，做义务性的服务。上六楼梯的人，现在是过来适应台的人。露营技能的考验是童子军晋级的重要项目，这些参加考验的童子军们正忙着做各种营地建设。结绳要做得正确，建材要使用自然物才合乎童军野外活动的精神。救护也是童子军的重要技能，包扎受伤的头部、手部是中级童子军应有的技能。参加考验的童子军们彼此轮流交换担任救护者和伤患的角色。考验营结束了，伙伴们各有斩获，有的通过了中级童子军的考验，有的通过了高级童子军的考验。大家看那边好像有受伤，赶快过去看看。
童子军是随时随地帮助他人、见义勇为的。还有人走路啊？怎么办？那做担架好了，先包扎一下。把毛毯拿出来。好啊。训练有素的猎鹰小队在讨论之后立刻分派任务，有人取出了毛毯，准备用铜军棍做个临时担架，也有人为受伤的小女孩包扎脚部。伤患是高级童子军的技能，伤患也可以徒手搬运，这是一人搬运法。这也是一人搬运法。这是二人搬运法。这也是二人搬运法。三人搬运可就省力多了，先蹲下再抬起伤者。团长说的没错，童军技能可以自助也可以救人，今天的收获可不只是增加了一项行善记录呢。由小队长们组成的荣誉评判庭是决定童军团内大小事务的集会，由连队长担任主席。猎鹰小队小队长向大家报告小队队员们这次参加考验营的成果，同时也转达全小队的心愿，希望能够办一次露营活动。主席根据大家的讨论做了最后的决定。就决定在这次的春假举办一次团露营，请大家按照童军的名言准备，做一次最周详的计划。露营的孩子在清晨的甜梦中醒来，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呢。这个时候的林显达不禁想起昨天爸爸妈妈送行的情景。起来，迎接真正的童军露营生活吧。
备了这次的露营，大人们可真是慎重其事。爸爸妈妈详细地了解了整个露营计划之后，才答应让他参加。团长也一再地强调，露营要有详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个人方面要带些什么呢？盥洗用品是一定要带的，修补用具也别忘了。鞋子就装在鞋袋里，用袋中有袋的方式分类填装背包，找起东西来也比较快一点。团长说，山上的气温平均比平地低5度，别忘了御寒的衣服。盥洗的衣服用衣服袋装着，要注意防湿防潮。不论晴天雨天，雨衣是千万要带着的。猎鹰小队的伙伴起床以后，先把背包睡具搬到阳光下曝晒。团长要来晨检了，小队长带领全队伙伴乐队欢迎来晨检的服务员们。大家过来吧，爷爷。阵阵高兴的见到你，欢喜欢喜欢迎你，欢迎欢迎。同一露营必须有一套规则的生活作息和分工方法的约束，才是成功圆满的露营。每天早晨的营地检查是不可少的例行公事。团长先检查每个人的服装仪容，也顺便关心地检视一下每个童子军的气色和身体状况。副小队长，哟，跟黄副团长呢，去看看你们的营帐内务。大厨，团里的服务员们分别检查其他的晨检项目。这位服务员负责检查宿营区的营帐装备，这是炊事区的检查。副团长负责营地的安全与卫生项目。升旗是全团的人都要参加的晨间仪式，升旗后是各小队晨检结果的讲评。团长来宣布荣誉小队啊，荣誉小队是猎鹰小队。好，感谢。猎鹰小队小队长请出列。猎鹰小队可以获得荣誉小队旗。猎鹰小队的伙伴们用身边的自然物布置小队营门，他们在营地的选择上曾经煞费苦心。营地的适当选择是露营成功的一半，首先要考虑的是营地附近有无水源，是否有可供生火用的柴草来源。地势平坦而树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搭营地点。
营地要有山有水才会更有情趣。但是为了防止河水暴涨走避不及，营帐不可以太接近河边，而为了避免雷击，营帐也应该避免搭在大树之下或者是旷野之中。不过分潮湿也不过分干燥的地方是最理想的架设营帐处。猎鹰小队的营帐也搭得相当标准，昨天大家七手八脚的先把营帐的四个角固定，将营柱连接，尖端套在营帐顶的环孔之内。这个时候又用得着童军技能的绳结了。营帐的形式大小有许多种，不论是哪一种，最重要的搭帐原则是营钉与地面的角度以45度左右为宜。太斜或太直都经不起大风吹袭。猎鹰小队用的是内帐外帐分开的复式帐，内帐透气，外帐可以防雨水渗透，这是一个搭设妥善安全舒适的理想营帐，也是猎鹰小队温馨的临时家园。各位伙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区域，它是讯号的一种，就是平常我们在野外我们没有办法说用，就是像面对面的把话传输给对方，那我们就要用区域来表达给对方了解我们现在要叫他做什么事情。预备的动作啊，现在准备开始啊。好，来，一、二、三。露营的活动应该尽量安排适合野外的童军技能课程，像这样辽阔的旷野是操练旗语最佳的场地。45度啊，好，结束。双旗通讯的方法是，发讯人先检出要发的文字，根据电码簿翻成四位数字的电码，然后用旗式发出。收讯人在收到旗式的电码之后，再查电码簿翻成文字。啊，各位伙伴，今天呢，我们这个课程是人工呼吸啊，那我们很高兴呢，请到学有专长，在这方面有专门技术的黄家长黄先生呢，来给我们做介绍。团长在这次的露营中，还邀请了一位团员的家长为大家讲解急救法。两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急救方法，第一个是心脏外的按摩，第二是口对口的呼吸，以这个手的这个地方的位置来压住呢，从心窝算起三指的地方，然后稍微靠左边的这个心脏部位，以这个平常心跳的这个速度仰下按，如果你的按摩的位置是正确的，力量也适中的话，那这个所仪表的这个显示呢会亮出黄灯。现在呢，我想请哪位这个伙伴呢出来这个练习一下。好，刘经理，你过来练。示范的家长，请伙伴亲自来演练心脏按摩法。按摩的速度，如果要按照心跳的速度，就应该是每分钟72下了。假如病患的心脏仍然跳动，而只是呼吸停止的话，
就应该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成人病患每五秒钟吹气一次，儿童病患每三秒钟吹气一次。很多病患要经过好几小时人工呼吸才能够复苏，所以不能轻易放弃。露营是考验童军技能的最好活动，猎鹰小队的营地建设做得还真不错呢。露营也是运用小队制度的最好机会。林显达是小队的阿 Q， 负责小队事务，领取配给是他的工作之一。水夫负责为全小队提取用水，到了炊事时间，猎鹰小队要开始忙碌了。伙夫是炊事的重要角色，这顿饭有没有的吃，还得依赖伙夫的生火本领呢。杂夫要负责准备干燥易燃的柴，吃得饱睡得好，才能够充分享受露营的乐趣。小队长、阿 Q、 大厨、二厨、水夫、伙夫、杂夫、副小队长，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才有美味可口的中饭吃。可以开饭了，小队开饭了。好，大家默念，感谢上苍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露营中的童军饭前必须要默祷，以感谢上苍。从大自然中树立生活规范，发现做人的道理，才是童军露营的真正目的。利用煮饭的余烬，可以尝试无惧炊事。这是柳丁肉，这是烤蛇饼。制作方法很简单，面粉和水，再加调味品，做成蛇状，缠在棒子上，烤熟就可以吃了。也可以用竹筒来烧饭，将米淘洗干净，连清水一并放入有竹节的竹筒中，再放在火上烘烤。这个是风味绝佳的凤梨饭，慢慢的烘烤就是最可口的晚餐了。下午的活动是训练观察和记忆力的精致游戏。在这个白布里面呢，有一共有23样和24样啊东西。团长呢，待会把这个白布掀开来，希望在一分钟里面给你们看。你们看了一分钟之后呢，把你所看到的东西写下来，把所看到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团长看看你们能够记出几样来啊。每一个人应该标准终极的标准是18样。晚餐之后，团里的服务小队忙着架设营火，准备迎接一个感性的夜晚。降旗的时候，个人应该原地立正，向国旗的方向敬礼。今天架设的是井字形的大型萤火，神秘的夜晚悄然的来临，静寂的大地传来了萤火开始的讯息。萤火
是露营生活的高潮。在晚会歌声中，穿着萤火袍的团长开始引燃萤火。这个时候，全团的伙伴每一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中央的萤火。神秘的火逐渐由小而大，为大家带来了光明跟温暖。每晚在旷无人烟的野外举行萤火，是童军露营的传统。工作了一整天，也学习了一整天了，伙伴们围着熊熊的萤火，暂且忘掉一天的疲劳，唱歌跳舞，回忆过去，准备将来。旺盛的萤火象征着伙伴们心中燃烧的情谊，这是伙伴们真心接触的一刻，像兄弟般的伙伴情谊也将绵延不绝，直到永远。熊熊的萤火正如千古以来原始森林的野火一样的炽烈，伙伴们热烈地唱着密树林里烧野火，配合着原始的舞蹈动作，传达出伙伴们热衷于回归自然的心。开始戏剧表演了，今天的戏目是包公审石头。这位伙伴饰演卖油条的小孩。可恶的小偷将油条小孩的铜钱偷走了。我们来看看包公怎么样审案吧。八小子在那又哭又闹，我找马鞍，对，过去查查看。是。什么事啊？怎么了？我的哥，大人驾到！威武！倒霉的石头平白的挨了打，众人纷纷取笑。包公罚大家将铜钱丢在水里，将此人抓上。由铜钱在水中浮出的油，包公终于找出了真正的小偷了。你的钱为什么上面会有油浮出来呢？啊！啊！好聪明的包公！退场。萤火边谈话开始了，团长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各位伙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萤火边谈话源自于世界童军大家长贝登堡。贝登堡自童军运动首创的1907年以来，就以一颗赤诚的心，经常向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做萤火边谈话，讲述他的丛林经验、人生理念、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童军运动的理想。在欣欣交融的谈话中，孕育出无数童军运动的火花，扩散到全世界，吸引了更多的少年投入了童军世界。在余烬的歌声中，萤火结束了。萤火前曾经做过周密的预防火灾措施，萤火后也别忘了灭机的工作。童军在露营后除了感谢之外，绝不留下任何痕迹。而留在林显达心中的，也许是亲身体验童军露营后的种种感念吧。夜深人静了，好好的睡个觉，
期待迎接一个美好的明天。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必须历经历练，从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蜕变成一名坦然面对未来的青年。15到18岁正是对前途充满好奇与惶恐的年纪，童军专家们特别为这个阶段的青少年设立了行义童子军。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行义童子军们是如何度过成长的岁月。戴上童军领巾，配上领圈，陈志荣跟其他童军一样，服务的信念随着一身的童军制服而愈发坚定。为了履行童军日行一善的名言，陈志荣出门前都会在领巾上打个结，直到做完一件善事之后才把结打开。从日行一善中培养服务的精神，也是行义童子军的重要活动之一。附近的孩子们总喜欢围着这位童军大哥哥问长问短的，因为这位童军哥哥常识丰富，除了会为他们讲述有趣的森林故事之外，还常教导他们一些实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有一次陈志荣就教他们预防晕倒的方法。像这位小朋友突然感觉快晕倒了，陈志荣立即教他弯腰踩跪姿的方式，像这样跪下来好像要系鞋带一样，就可以预防晕倒。像这样倒躺在树下或墙边高举双腿也是一种预防晕倒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需要适当的场地才行。而今天陈志荣为小朋友示范的是个人的急救技巧。其实陈志荣的本事是向这位童军服务员学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领巾来做初步的处理。童军专家们特别鼓励行义阶段的童子军寻找一位优秀的社会青年作为自己学习仿效的成人典范。陈志荣心目中的成人偶像就是这位自幼参加童军而目前已经是一名优秀警官的童军服务员。在有些童军团的传统中，常常以一对一的方式由年长的童军带领年幼的。有时候他们会深入山林进行只有两个人的露营活动，他们在大自然的静寂中体验上苍的赐予，
随时随地运用童军的户外技能，与生活紧密契合。陈志荣向这位服务员所学习的，又岂止是如何做一名好童军而已呢？的确，在陈志荣的心目中，除了希望自己成为优秀的行义童子军社会青年之外，同样的，他也希望尽力去教导邻里的孩子，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健全公民。行义童子军的活动进程分为百里、千里、万里三个阶段。现在请林总班长为我们颁发。在这次的授章典礼中，林真伟将获得一枚行义童子军的百里章。这表示林真伟除了例行童子军的誓词、规律、名言之外，他对于社会服务工作的热忱跟绩效已经获得了团长的认可。此外，他在团体活动中表现的领导才能和工作能力也已经得到了同队伙伴的肯定了。各位伙伴，今天我们来举行授章的典礼，恭喜各位得奖的伙伴。获得百里章的条件之一是要先取得两个以上的专科章。为了争取自行车修护专科章，林真伟不但尽力学习之外，更常把这项技能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其实专科章设立的目的，除了要让伙伴们及早发现自己性向潜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把所学技能与生活结合。万里章的获得更是不简单哦，从百里、千里到万里的进程是需要通过无数的考验与训练的。在这段过程中，行义童子军要训练自己观察人物、估测事物、制图测量的能力。而为了要培养行义童子军服务公众的能力，他们还要学习各种救护的技能，像人工呼吸、担架制作就是最基本的训练项目之一。行义童子军大部分是高中阶段的学生，虽然有着沉重的升学压力，但是在课余之际也享有属于自己的康乐活动。他们除了要擅长童军的各种技能之外，也要能够做手艺，能够做水上活动，从事自然研究等等。行义童子军除了热衷童军活动，关心童军运动之外，也不能够忽略对国家、对人类的关爱。总之，行义童子军在正式踏入成人阶段之前，应该努力充实自己，
准备接受各种考验。活动是行义童子军的活动内容之一。行义童子军是要能够接受大自然的考验，要能够在风雨中露营，必要的时候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随时随地准备应付可能面临的困难。林真伟跟伙伴们在小队长的带领下，正演练着一种需要窍门的横渡技术，那就是爬绳。这项技能在渡过峡谷或河流的时候有机会运用得上，方法很简单。就像这样，身体贴卧在绳索上，利用闲置的另外一只脚悬垂绳索下方，把重心引到支点下以求稳定。进或退的时候是运用跨绳的脚背来推动，以及双手拉或推的辅助动作一块进行。小队长还教导伙伴，需要休息的时候静伏在绳索上，只要让头和双手自然垂下，非常轻松。林真伟鼓足勇气首先上场练习，小队长在旁耐心指导，伙伴们齐声加油，同军的伙伴情谊就在相互辅助彼此鼓励下得以滋长。在学习活动中，陶冶科学素养也是行义童子军的活动重点之一，因此在行义童子军的专科章中特别设有应用化学、电工、统计制图、气象、星象等项目，而运用电脑也已经是一个现代国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了，当然也是行义童子军应该修习的科目之一了。红军专家鼓励行义童子军扩大生活层面，利用假期将身心充分投入大自然，因而精心筹划了这次的全国行义大会。秉持童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信念，以及对童军活动的共同爱好，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义童子军很快的就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了。Bye.
在古关的山训中心，又有各种登山技能及野外求生的训练。行义童子军要有冒险犯难、勇于接受挑战的精神。在这次的活动中，林真伟有深刻的体认，只要坚定信心，稳住脚步，一步步地往目标迈进，一定能够攀上人生的巅峰。徽章制度是童军的三大制度之一，具有引发童军学习和鼓励进取的作用。在这次的专科考验营中，赖俊臣和陈志荣参加了烹饪跟攀登两项专科章的考验。行义童子军的专科章训练，除了要发掘青少年的才艺和协助个人的技能发展之外，更具有作为个人未来职业准备的意义。职业观摩也是行义童子军活动的方式之一。赖俊臣最向往的是记者生活，为了要更确定将来从事新闻业的志向，他实地参观了报社的作业情形。从个人工作的分派、新闻的采访、写稿、编辑、剪字，到印刷成报纸，在时间急迫中做智慧的考验，对赖俊臣来说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行义童子军另一项活动重点是在团体活动中训练管理才能，因此特别鼓励行义童子军自己草拟活动计划，并且付诸实行。为了让伙伴们对专业性的服务机构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赖俊臣提议做一次参观活动，于是大家分工合作，积极的策划安排。他们终于来到了110勤务指挥中心参观，伙伴们好奇地参观各项进步的设备，
详细的了解了整个10中央报案系统的作业情形。10跟119啊，它是这次的参观活动，赖俊辰的收获不少。最高兴的是，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策划执行活动的能力。邢毅童子军的视野是辽阔的，心胸是开广的。赖俊辰、林真伟、陈志荣来到了自然生态保护区，在专家的指导下又上了一堂自然研究的课程。培养服务精神，陶冶科学素养，从事职业准备，训练管理才能，这三位伙伴为自己勾勒出美好的未来，并且在邢毅童子军的活动中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百里千里万里不断追寻，勇往直前。